这个是东方红所有楼层的这个导向的这个图。哇，到13层了啊！哎呀，我还以为，哎，8层童装大世界，9层是运动城。哎呀，哎呀，到最高到13层了。那个是在5层时尚女装的最西面，最西面的这家店。我可以这个本羽绒衣好看，我试打一下啊，咱们看看效果吧。要好看了，确实好看了，我真的。啥直播了？我也试一下，看美女的红嘴唇就行。毕竟这是也直播的了。不是直播，小视频啊，我小视频。看看啊，看看这个羽绒衣穿上行不行？感觉。怎么我到了我身上穿上去，感觉没有时尚的感觉了？我照到大镜子去啊，来看看大镜子，大镜子里头的我，这个衣服行不行？裤子不搭配哈，我这个颜色啊，我倒是挺喜欢的，还多少钱？现在特价的599。599，我现在翻到4层去看一看，我看上的那家颜色清新的那家，我能不能穿上身漂亮了？这家店我又来了，老板，我要试你家的衣服。我转了一圈就发现你家的衣服我喜欢，我试也是啊，我现在还不能说是要买，我先试哈。穿哪个的脚跟？不知道吗？你看我穿哪个好看了，你们帮我搭配一下，我穿上特别好看了，想要了我才买啦，老板。哦。像这款吧，那适合我家姑娘穿，我穿就不合适了。这款我家姑娘穿那肯定漂亮。把这个白的拿下来，我试一下。那个蓝的适合我姑娘，我现在40多岁的穿那个少女装不好看。我试一下啊，试一下这个白的。试吧，没关系。试吧。我刚才在那5层试了一个粉，我看看哪个好看哈。好的。咱们比较一下。这个样子确实是挺特别的，咋样了？感觉行不行？镜子在哪儿？镜子在前面。那个衣服多少钱？哎呀，4000块钱的羽绒太贵了，姐。哎，挺好啊，好看，还好看哈、啊，哎，挺好看的，我感觉好不好看？这种扩大行吧，特别时尚。这个是多少钱了卖的？这个是599。599。对啊、哦，那这基本上羽绒衣都是个这价钱。啊，没有，都是个500左右。低价位的了呢，还有我们999的11991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个是肯定说是低价位的，因为它短款嘛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好看，我就是害怕不耐脏了。它这个面料好的，好不好洗吧？它好洗，咱们擦也能洗，一直脏了也能擦一擦。它就是免洗的料子。哎，好看，我一下说他喜欢上了，咋办呀？让老板给我便宜点。还有啊，还有个长款的，让我试一下长款。对，这个是个短款。再试一下这个长款，这个贵点。对，这个是299。我现在天气暖和，我觉得要个短款的，因为它那个长度呀，又长的很，出油量就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是长款，长款好看还是短款好看？对，因为它是中间是那种宽版的。就缺点更高一点。哎，我喜欢那个短款，这个小，我喜欢短的。来，我再试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把那个放了吧。你起来，我看。这衣服就是遇到喜欢的穿啥就不想脱了。一个人一个人，我帮我姑娘试一下那个男的吧，我看看我穿上了。来，我试着穿上一下。看啊，看我试着穿上这个好不好看？哎呀，这个也好看，我看见。要不一下买了2个，我跟我姑娘火火穿吧。哎，这个也好看，真的，我可喜欢这个颜色了，淡雅淡雅的。哎，都好看。哎，行了嘛，我看见也很别致的款。哎，美女为我服务。
我总感觉我老了，四五十岁了，不能穿这个了。谁不是往年轻里长的？要不给我姑娘也买下这个车的，我俩火火穿了。还不想穿？等我回去问问我姑娘喜不喜欢这个款式，喜欢了就过来买下。哎呀，好看，还挺好看的，哎，好看，好看，看，好看是吧？那个老板，你感觉我穿哪个好看？你穿那个白色的。我穿白的好看，对对对啊，白的更适合我的年龄啊。对对对对，大家看近距离看看那我想喜欢的这个衣服的这个面料，可光了，光溜溜的，哎呀，你看有光泽了，我都害怕洗不出来了。那美女老板娘告诉我这是没问题，能洗出来。这里头天窗的是啥了？90%鸭绒。鸭绒的。对，都是白鸭绒的，而且它是那个。哦，行了，好看。羽绒服里面含有。行了，我现在让老板娘放起来哈，回去姑娘要是要了，我过来也想买两件。有了看上眼的衣服以后，就没有心思再逛接下来的剩余的这些服装城了，像这华北服装城、精品服装城，这都是我以前常来的地方。在华北服装城里面呢，发现了一款我试过的类似的这样的衣服，但是做工款式明显不是一个档次的，这就是所谓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吧。十多年没有来这个服装城了，发现这个精品服装城和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了。以前的这个电梯它是只有一步在外面露着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它已把这个以前的一个巷子加装成三步电梯了，而且这个楼层好像也加高了。以前没注意是多少层，反正我记得没有这么高，但是现在你看，一直到7层、8层、9层、10层、11层、12层，都这么高了都。而且这个精品服装城里面的人呢，也是我今天来看到的，最热闹的一个服装城。精品服装城再往上呢，就是太原服装城的东城、西城，然后还有对面的同志人，我都简单逛了一下，老讲回忆。